哎，月月，怎么了？看起来这么紧张呢？我没有紧张啊。你紧张了，你都挂相了。我可能是心里虚啊、嗯。你看后面的姑娘小伙，一个个美丽啊、嗯，帅气。是我往这一坐，我觉得跟他们有点格格不入啊、嗯，就不是一类人。我在我们单位相对是有信心的。嗯、你看我们单位长得差的也不少。坐这儿，你看对面好几个主持人都很漂亮，都很帅，我就心里有点虚。别虚啊，有兄弟在呢，咱就跟他们较量一下啊！呀呀呀呀呀，要比一比，要 battle 一下是吗，哥？啊，夸夸我们河南。对面几位可都是河南台非常资深优秀的主持人，嗨，都是大哥哥小姐姐们。对，我们就接受这个挑战。我们的要求就是。月月和亮亮，你们都得加入进来。可以，毕竟才华横溢都溢出屏幕了。我先来，作为一个河南人，夸一夸河南。嗯，首先我们胡辣汤，每天我们早起都得喝的吧？好喝，这是千年的美食。哎，是。还有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、嗯、少林寺的功夫，哎，这个好，这是智慧的结晶，没错，对吧？还有我们这个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。中原银行，哎，河南首家万亿级的城商行，没错啊。如果我们说的话，每一个都带一个我们河南人的特色啊。嗯，那我先来，我是河南卫视的节目主持人杜瑞雪，在这里啊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新的一年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个个虎步龙行，每个人都能拥有我们大河南龙门金刚一样的。康健体魄怎么样、哦、点题了，大河南的龙门金刚，点个赞啊，说得好，虎步龙行，虎跃龙腾，虎背熊腰，说的就是我。胖点好，胖点好，哎，我们还有呢，屏幕前的朋友们，河南卫视主持人官方在这里给您拜年啦。天下名人中州过半，几千年来大河南那是人才辈出啊。都有谁？我们有医生张仲景，有护佑新的一年天下无病，好，好，这个好。我们有商圣范蠡，护佑新的一年经济蓬勃，好。我们有女中豪杰花木兰，护佑中华巾帼飒爽英姿，大展宏图。小哥，你不能这样啊！你给我们口饭吃，太卷了！你这卷出这么多知识点出来，我这边就接着卷了啊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过年好！河南卫视主持人小齐给大家拜年了。我们有人工天河红旗渠，总书记来河南安阳考察的时候就提到啊，这红旗渠就是纪念碑。记载了临县人不认命、不服输、敢于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。在这儿呢，我祝所有辛苦奋斗的每一位朋友，在新的一年事事如意。好，没有最卷，只有更卷。对，河南卫视主持人刘文给大家拜年了。我们河南啊，有穿越3000年的历史文化传奇殷墟。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殷墟的时候说，我们一定要重视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，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，文化强则民族强。我们祝愿所有朋友们的福气都能像中华文化一样延绵不断，也祝愿祖国的未来繁荣昌盛。好，月月整不过人家，太厉害了，突然间特别有压力。有压力了吧？有压力，站起来。有压力就有动力，实力这一块必须卡得死死的，死死的。来吧，哎呦，雄起！行走河南，读懂中国文化大省，全国粮仓，诸子百家争鸣震四方，观我华夏之根在异乡。在这里，祝全国的观众都能在兔年有我们河南一样的底气与气魄，乘风破浪，浸吞山河。太顶了！好，亮亮，我们这个晚会请你请对了，是吧？请对了。哎，别光和乐，你整一个呀！整一个，整一个，你不绝杀吗？绝杀，绝杀，打个板。河南卫视有什么？有少林，有金刚，唐宫夜宴火四方。河南卫视有什么？洛神舞，贺飞翔，一群姑娘都姓唐。河南卫视有什么？
中秋铁陇上行，兰陵破阵曲不停，河南卫视有什么？子曰过西元情，共赴神都喜相迎，河南卫视有什么？芙蓉池元宵灯，斗转星是中国风，我这一句中不中？中。